养生，从远古洪荒中走来，承载着人类最原始的诉求，凝聚着华夏儿女的勤劳与智慧，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追求着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历经千年洗礼、沉淀、打磨、镌刻、润色，在沉浮之中依然难掩其温润而剔透的光泽，发于阴阳，合于术数，刀气令和，引体令柔，吹嘘呼吸，吐故纳新，似手非手，绵绵若存。通过肢体运动、呼吸调节、意念活动的相互配合，实现调身、调息、调心三调合一。通过自我锻炼和科学生活方式的建立，逐步健康体魄，陶冶性情，完善人格。在体育养生的世界中，聆听古老的吟唱，寻觅心灵的宁静，感受自然的和谐，固守灵魂的净土。好的朋友们，很开心又做到星期五道养养生文化的讲座时间。我们今晚讲的内容是节欲。我们的欲望很明显，因为人是自然的一种，还有性欲、食欲和物欲、钱欲、权欲。现在呢，我们还有手机欲。我们所有这些欲望呢，人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我们肯定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欲望，其实这些欲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让一些欲望泛滥的话呢，就不正常了。我们看看张老师他怎么说的。人的一生的能量呢，好像气球这样。我们应该呢是饱满的，我们的热情，我们肢体的结构，以及我们的五脏六腑应该好像气球那样饱满，但是通常都是事缘以愿为。我们经历了好多事情，好多欲望，身体呢就好似下面嘅气球咁样，从饱满嘅状态慢慢就拗气啦。呢个地方拗咗啲气，嗰、那个地方拗咗气，就变得潮晒啦。我哋到咗一定的年龄就话要补啦，好似响一个气球闹嘅地方，穿窿嘅地方咧就补翻，咁咧就好似亡羊补牢啦。如果到咗老年之后，咁补咧，即系个气球闹晒咁样，千疮万孔嘅时候咧。補就是亡羊補牢，有啲遲啦。嗰陣補呢就是身體唔咩啦，唔吸力。
人生其實呢，本來是不苦的，可以在正常的狀態呢，可以活到這個天壽。上次講到人的天壽是怎樣算出來的，人的天壽究竟有多少，但是人要活到天壽為什麼會這麼難呢？現在的人的這個壽命呢，就活到80歲了。這個後面20年呢，要健康地生活呢，就是由越來呢，就是不給力了。這個跟我們的慾望呢有關係啊，因為很多的慾望呢，令到我們的能量慢慢地消耗了，好像這個氣球一樣，太多地方呢泄氣呢，就令我們要活到天壽120到140呢，就很難了。所以呢，我們老師說健康長壽的第六個方面呢，是要將慾望呢有節制地用，有節制的生活呢，人生才會幸福和有品質。節慾呢，顧名思義，即是說要節制我們的慾望，要好好珍惜我們身體中能夠提供到120歲到140歲的能源，細水長流慢慢用。人好像剛才說過，慾望是人的本能，動物呢，它不知道怎樣控制它的慾望，它沒有人那麼聰明，但是它可以根據季節的變化呢，來調節他們的慾望，不似人的這個慾望呢，一年四季都是一樣。動物呢，他自己會有一個自然的調節，所以人呢，就要靠我們自己自覺地調節了，不是說要消除它，而是呢是有節制這樣去在自己能夠掌控的節奏，這樣呢好像我們練功一樣陰陽平衡，一定是要調節到一個非常平衡的水平。那什麼叫做平衡的呢？水平呢，這樣說，節制慾望其實呢是需要有智慧的。我們一邊學一邊練，一邊去感悟。人生是一個漫長的馬拉松比賽啊，慾望呢，我們要有所節制。講到性慾呢，《黃帝內經》那裡講到放牛過度呢就傷腎了，還有養生自助養生壽老集呢，講到要活到長壽呢，它說腎精是人的寶，不可以呢輕易地放跑，要惜精即是惜命啊，精固人難老啊。我們身上的這個原料呢，
慢慢咧，佢用唔好咧，就係傷害到我哋咩時候咧？點做好好控制佢，咁我哋可以咧保持健康長壽。所以我哋講從我哋嬰幼兒嘅時候有食慾啊。少儿的时候呢，要跟人哋有啲争嘢随着身体的变化呢，慢慢我哋亦会有其他的欲望。讲到少年呢，男仔八年一个周期，女仔咧發育周期咧，係七年一個周期。少年時候，性發育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有啲其他方面去得轉移嘅注意力，可以用琴棋書畫文化有呢個韻味嘅嘢咧，去疏導佢明動嘅呢個慾望。呢個唔單止對身體有好處，而且對呢、這個繁衍後代咧，都係有好大嘅好處嘅。我哋而家喺度聽講做嘅朋友，大部分喺呢個西方世界、西方國家。我哋點樣用我哋老祖宗東方嘅文化嚟調節我哋嘅身體，令我哋呢、這個將中西文化融會貫通，取長補短，用嚟得養生。新冠疫情期間，我哋點樣用千年嘅智慧幫我哋養生呢？我哋知道清朝嘅乾隆皇帝，佢活到80几岁啦。佢喺古時候算係一個長壽嘅老人啦。佢被稱為一個十全嘅皇帝。佢唔單止做皇帝，仲做咗太皇太皇帝。佢對養生咧有好有體會，佢有咧十常同埋四脈。佢乾隆皇帝呢個十常同埋四脈，點樣喺皇帝喺一個內宮中妻妾成群嘅情況下，然後可以咧活到一個89岁。我哋睇下佢養生嘅智慧，十常四脈，十樣咧經常做，四樣就唔好做。十常咧，第一，恥常靠，亦即係我哋每次練功完之後，叫大家咧，生條之後咧，收工之後唔好忘記靠恥。遵常焉，練回完功之後咧，我哋三條中間第二條咧，就係吞嗰個樽形，第三條以上彈，我哋老人退化的一個咧特點就係呢、這個耳有聾，眼有蒙。我記得我小學、中學
甚至係戴下戴眼鏡嘅都係唔多嘅。我記得我有個朋友，佢話：我點解我眼都唔使戴眼鏡，一直都咁好呢？其實嗰陣時咧，好想戴眼鏡，有文化咁樣。其實而家戴眼鏡都唔好話眼睛係衰老啊，都係視力冇咁好啦。從眼睛蒙查查到耳撞聾啊，呢、这個都係年紀大衰老嘅一種現象。我哋做呢個導引養生咧功咧，就經常鍛鍊，令我哋呢啲功能咧保持得耐啲。第四個係鼻上癢，新冠肺炎而家到而家咧有2年幾時間啦我哋要鼻上癢，鼻咧係我哋呼吸系統嘅一個窗口，病毒咧又好容易從呢、这個。鼻哥嗰度吸入噶哈，所以我哋而家戴口罩啦。如果我哋經常輕揉我哋嘅鼻哥咧，咁啊又起到保健作用，把好呢、这個呼吸系統嘅呢、这個一道關口啊。呢、这個。經常運隻眼睛咧，即經常咧運動運轉。面上又足上摩腹上旋肢上伸肛上提。呢、这個肛上提咧，我哋練功嘅時候一直提倡咧提肛。然後咧，我哋睇下。四脈又係乜嘢嚇？呢、这個四脈咧，就係話四樣嘢我哋係唔好做噶。第一樣咧就係食物言，食飯嘅時候唔好講嘢。呢、这個四脈中咧，我有一個修練嘅。我哋應該講咧就話食不言，寝不語啊。呢、这個食飯嘅時候唔好講嘢咧，係一種修養嚟噶。我睇過個故事咧，一班徒弟跟個師傅喺寺廟度咧食飯。嗰啲徒弟問個師傅咧呢、这個點啊，嗰、那個點啊？實質問嘅人太多咧，呢、这個師傅咧就為咗打消同嗰啲孩子們話俾嗰啲小朋友話俾學生知唔可以一邊食飯一邊講嘢咧，佢又將佢自己嘅碗筷咧放低啦。咁我哋知道我哋嘅唾液喺我哋呢、这個咬呢個食物嚼呢個食物嘅時候係分泌出嚟嘅。我哋食飯嘅時候咧，應該安安靜靜咁啊食，我哋口腔就可以分泌出呢個瓊漿玉液，呢、这個就係我哋嘅。津液啊，我哋俗语讲口水啊，佢咧对呢、这个帮助我哋消化系好有用噶。我哋呢啲津液呢、这个肚里边咧
就係產生一啲消化酶。我哋第一道關口就係咧，將食物咧照硬照爛啊！如果我哋一邊食嘢一邊講嘢，咁呢、這個又忽略咗照呢個食物啊，同埋口腔又分泌唔到呢個唾液，咁就會影響到我哋對食物嘅消化同埋吸收。四物咧，第一個時候咧就係、食飯嘅時候唔好講嘢。第四個咧，餓物語啊！而家我哋瞓覺嘅時候，可能唔會傾偈啦。但係大家可能都會做一樣嘢，就係睇手機。睇手機啊，傾偈啊，睇視頻啊，咁樣。如果我哋要聽嘢嘅話咧，聽一啲安靜嘅，幫我哋幫助睡眠、放鬆嘅音樂嘅。如果睇啲同埋聽啲好興奮嘅嘢咧，或者嚇到人哋個心都跳起上嚟嘅嘢咧，咁就會影響到我哋睡眠嘅質量啊。我哋瞓覺嘅時候應該安安靜靜瞓覺。起身嘅時候，太陽出嚟嘅時候，應該咧就係、提神啦。但係瞓覺就要安安靜靜。所以話餓物語係一個養生嘅方法。第三咧就飲物醉，飲酒嘅時候唔好飲太多，適量就好啦，唔好飲到醉晒。古時候嘅詩人李白又好啊，陶淵明又好啊，佢哋咁豪放同埋咁有才華，但係喺飲酒嘅過程中咧，太豪放。咁咧就影響到佢哋下一代嘅呢、这個大腦嘅發育啊，所以話我哋飲酒都要適當，唔好過量。第四物咧就係、是、色物迷。皇帝能夠唔做避免呢個沉迷呢、这個色之中咧。女色之中咧，佢就呢個好難做到啊，因為後宮有咁多靚女啊。因為好多皇帝，歷代好多皇帝擋唔住呢個色嘅誘惑咧，好多都個壽命都好短，就守唔住個皇位啦。講到乾隆咧，佢喺書畫方面咧，有人咧對佢有啲意見啊。呢、这個歷代有好多寶貴嘅書畫，呢、这個留落來嘅書畫咧，佢經常咧就自己咧喺上面又提啲字啊，或者喺呢、这個。嗰啲字画上面咧，盖上佢自己嘅图章啊，咁好多人对佢咧就系、是、不敢恭维噶啦。但系佢响养生方面咧，睇嚟真系好有方法啊！呢、这个索常四物咧，对养生应该好有用。我哋下面想唔想聽下呢、这個關於長壽嘅故事呢？
我哋古時候有四位99歲嘅壽星公，佢哋叫做地不南川東海西岳。地北呢就係、是、壽星摸咗摸白髮，第一個達到我會99，日日八步走。南川呢個壽星佢就咁樣捋一捋胡子講，胡鬚講，我會99，晚餐留一口。上次講到呢、食嘅時候就話晚黑唔好食咁多。東海壽星講，我會99，愛樂不愛若不愛愁。人無千歲長，人無百歲長懷千歲憂。因為人都冇100歲，就唔好憂埋咁多事啦。咁西岳壽星公特別唔好意思咁講，佢想講又唔講，好唔容易咁樣皇帝同埋三位同齡人勸説下，先至細聲講。佢話：我會99，老婆生得醜，即係話響性慾方面咧就有節制。唔會咧，過度消耗腎氣。呢個點解係脾胃係後天之本呢？呢個我哋講到食慾，佢中醫講脾嘅功減肥方面，脾嘅功能咧係好緊要噶。講到食慾，我哋要咧就係、是、唔好咧就一餐未食完又食一餐，個嘴冇停到，搞到嗰個脾胃咧就好大負擔。咁樣成日食嘢咧，就會傷咗個脾胃啦。而家物質豐富，全世界乜嘢嘅食品，我哋都可以買得到。有啲人咧，食咗唔係本地嘅嘢，又會過敏。有啲人食肉咧，就係、是因為食喺呢個食慾控制喺冇控制咧，就呢、這個傷脾胃，有導致呢個肥胖啦。呢、這個講嘅係食，除咗呢個食得太多，有啲人咧為咗減肥咧，就節食。咁啊，令到身體咧又冇足夠嘅營養，呢啲人咧，有啲人因為營養唔夠，會導致呢、這個青春早逝啊。好多人因為食得太少，令到呢、這個身體好差，英年早逝。另外一樣嘢就係講到呢個物慾纏慾啊，房子有啦，車子有啦，咩名牌包包都有啦，呢、這個慾望嘅。
呢个车啦，就系刹唔到车。当然啦，见到靓嘢梗系开心噶啦，但系就系要有节制。另外一种咧就系权欲啊，权欲熏心。而家讲咧就系手机欲啊，一啲人咧而家唔止有一个手机，仲有几个手机。手机可以做好多嘢，而家感觉到出门如果冇带手机，真系咧，就好麻烦啊！我哋花咗好多嘅时间、精力、兴趣、爱好都放喺手机度，这个手机欲尤其要节制啊！哈。西安有位140岁嘅老僧，佢话酒色财系四面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若能跳出墙外去，不是神仙也受场。但系佢又直接讲咧，酒无不成筵席，色无路净人稀。除毛不成世界，弃毛反被人欺。所以咧，就唔可以话唔可以冇，但系一定要把握嗰个度。我哋食指一动，咁啊就个胃口大开。见到呢个好食嘅嘢咧，就忍唔得口，一定要把握个度啊，有节制。我哋练呢个道人养我哋道练道人养生功咧，系慢慢练。我哋响运动方面亦把握到呢个度，响呢个健康方面保持我哋呢个。先天嘅气咧，唔好拗气咁多，唔好拗得咁快。今日我哋讲节欲，我哋就讲到呢度。下次咧就讲顺受。咁咧多谢大家收睇，我哋开始我哋嘅晚练。